我怕那么多真的人鱼啦。摇滚区哎，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很努力，就是躲在你们那个唱歌边边哦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慢慢跟，慢慢跟，等一下没人我再去打人，然后就被传到正中间。摇滚区，我想说团团在前面啊，赶快轮流上阵啊！轮流上，轮流死吧！连口水都会被喷到那一种，真的。那男生就是你小颖那个就是在最后有没有被抽奖到 VIP 去？不是啊，哎，我进摇滚区，我不想当男人啦。在讲台上听。对，唱台上，就是那个抽签幸运粉丝在旁边，超尴尬幸运粉丝，你原本是路人哦。来，我们最后一场哦，最混乱哦，一样，职业是爆炸的，好不好？避免混乱，没有怨灵，没有怨灵，也没有人鱼，也没有人鱼，好不好？啊，猎人最多两个，避免真的太多好的猎人轮流定。对，啊，职业就全开喽。好，等等等等等，所以迪叔，你刚刚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要砍他？对啊，哎，那个抖 S， 先验那个，先验酱油，酱油，因为他是警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之前警长当抖 N 的几率是百分百，百分之百，基本上百分百。我知道你改了没？百分百哦，之前是这样，真的是百分百，就很夸张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？这样你是有点紧张啊。警长就是你有两个报名连，可是因为可是因为你是抖 N， 所以就是二乘以零还是零，是没有连，对，是没有连。所以我两个连，我就可以揍他两次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你没有，可是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我觉得你没有，但是我有啊。我们来晚上看那个抖 S 就知道了。可是你还问那么多？对啊，那我就是，那我就想说奇怪，怎么回事？是 bug 还是怎样？是吗？没有啊，都是啦。你知道是二还是零吗？嗯，数学小天才。验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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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验他。还想在那边抓？还是100%？还是100%？满的，满的。真的不晓得为什么，你百发到底？哎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没有。你是亲真的真，你是亲真的真，是亲真的真。哎呦，我先看一下。哎，我也是真的哦。我是真的假的？哎，这个应该是真的吧？你先用看。你什么职业啊？我教你。你知道我在滚快捷键的吗？哎，前面的不要动，前面的不要动。来，这个出来的就请砍掉他！来，砍掉他！喂，他们狼，狼，他们狼，他们狼，他们狼，狼狼。刚刚讲的团团是狼，团团是狼。哇，是蠢！他是蠢狼，他是蠢狼，他是蠢狼。前面的救命！前面的三个组，三人组救命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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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我是忍者，我还是真的，吓死我！我是蠢狼。冰冰冰，刚刚。团团团团团，他都蠢的，他已经讲了。团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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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漂了漂了漂了，漂完了漂了漂了。怎么这么刚好传到忍者，好可惜，不然就可以帮狼一队。对，而且我整个吓死，你那样一讲完有没有？然后我刚好被传过去，马上使用技能。太可惜了！不要他三票了，他赢三票啦！三票，三票，你想他一定要，我让他死，他想要死透。波波你很奇怪哎，波波真的很奇怪，波波你就是有问题。他好人呐，你不要误会他，你是有问题，你误会波波哎。赶快爬上来，他离我好近哦。他可能为了要让自己变好的样子吧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反正不要票到酱油就好了。让我活吧，我是蠢的猎人啊。好，可以可以，这样没问题。好，你可以期待有人就是不小心票到你。那我不要放定身了，你们都去死吧。哇！太可怕了！放一下啦！有危险的尖叫，有危险的尖叫！啊！乱叫！你是在乱叫啊？乱叫！哎，对，你不是狼吗？啊！第一跳要大力啊！所以没有危险哦。没有没有，是好像剩一只狼，是不是？还一只狼在外面逛来逛去。剩一只，那我传一个，只剩一只而已，好像是啊，只有一个人在跑来跑去而已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在无敌点位，无敌点位。我
一枝独秀哎、欸。这怎么来的、啊？你们两个也太好笑了吧！你们两个，两个站在那边。哎哎哎，传屁传！我就无敌点位，你很奇怪。啊，又不能票他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、啊，刚看在远远那个房子有大祭司啊。对，还是避免万一票他。要票我？你真的大祭司吗？真的，因为他没砍，他没砍。没砍还是很可以啊！对嘞，这很奇怪哎、欸，我怎么反击打吗、哎？我看到了Lumi从刚刚狼人那位置走出来，啊，漂Lumi，狼人的房间，Lumi好人太多了，好人太多了，我不需要那么多好人，没关系，我是假的狼啦，你也是蠢啦，你也是假的狼，所以你们那要怎么办？所以你们两个蠢啦，你们两个假狼哦，哎，你姐呀，我也打不死。你们怎么蠢成这样啊！你们，这人假狼怎么杀人？就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哎、欸，还有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！白痴哦，这怎样？你就你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哦！还有还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是可以把斧头咬在嘴上的，我有三把斧头，你有三把斧头，我有三把斧头，你是索隆吗？西斯哦，危险的尖叫，危险！哇，好煞气哦，够、就、帅、是、吧？帅帅帅！你可以两只手都拿斧头啦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头能不能咬一根呢、欸？一只独秀，就说杰克吗？不是，哇！彪彪死了！哎、欸，这个死的好，这个死的好。哎呦，我看到有人在做他自己，在做他自己，是你把我拉过来，他跑起来，他自己跑起来，双手的。哈基是不是要死了？哈基会不会死？哇，好离手！你是蠢的，你蠢的，没蠢的，被骗了，被骗了，被骗了！哈基死前，你是蠢的吧？还敢呛啊！就你，我刚躲得好好的。我们可以一枝独秀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躲？躲起来先躲吧，他们。你说是我吗？去哪了？杰克嘛，剩杰克。对啊。杰克嘛，剩杰克。你干嘛？杰克什么？杰克在哪里？杰克在哪里？把他躲起来了。找你。那、啊、你们什么职业？因为你什么？啊，我是忍者，我也是忍者。小雨呢？杰克在哪里？哇，你好会跑哦！你好会跑哦！哇，太强了！你是掰的八个？哇，追不到，追不到了，追不到了！命中安排，命中注定。哎呦，哎呦，中反正谁嘞？不要飘到酱油就好。哎，是迪斯，迪斯，你的运气怎么没了？哎、欸，杰克变诈欺师了，怎么又变诈欺师了？你讲，你少来，斧头点完，我没有半个斧头。啊？你到底是怎样？你到底是什么？你看、啊，哎、欸，你没有穿衣服、欸，他骗人，他骗人，他骗人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，小雨快跑！他真的没穿衣服哎、欸，真的没有衣服穿哎、欸，他没了，真的吗？还有书没衣服。你要查死？你是不是很奇怪？小雨，你什么职业？我是忍者。哦，好，我们三忍者。有可以把人家定能弄掉的吗？哇，三人。你在哪里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三府三。哦，有看到。他在雪屋那边。啊，你有什么？可怕哦！很可怕、哦。他用拳打人。他用拳头，他用拳头打死人哦。用拳打人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用拳头打死人了、哦。他用拳头打死人、哦。真的可能打死人哦，你要小心哦。他乱拳打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好可怕！要白天了，在哪里？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我们先冷静，小雨，慢慢来。哎，小雨没票了，回头，啊，对对，快走，好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我们先，等一下，小雨票，不是小雨，小雨要票影院，我们是那个，好。对对对，小雨小雨，真是联盟，小雨这里，小雨你人呢？小雨，我叫你一个，我叫你，在动啊，在动啊，你为什么不在动里？动，是是是是是是，躲起来，好，躲起来了，再见了，好，再见，躲起来，跑不了你了。
我炸西施啦！躲起来！那、啊、我们这样要怎么把江河弄死？要打死他哎、欸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用打的把他打到死！小心哦、喔，杰克现在应该有刀喽，有吗？没有没有。你要活着，你有你忍者啊，你很强哦、啊。隐形隐形隐形，叫你用隐形，你不用。哎、欸，江河。有话好说吗？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没关系，我们至少已经活很久了。不要啊！峰回路转啊！不对啊，我们早应该先把杰克弄掉啊！没有杰克弄掉就，就会直接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对，要先杀好。啊，因为我们是第三方阵营，所以我们要先把好人，就是两个好人成为 CP 是最难的。看一下酱油是什么职业哦。哦，猎人哦，你还可以看酱油什么职业？对啊，有够狼魔狼。那我刚才查到三个忍者，太多了吧？酱油，你只能白天的时候空拳打死他。干嘛？没有酱油，你可以白天空拳打死他，因为他不能打你。对他不能打你们两个要互殴。对，互殴，互殴。哎，那个动员很久没来了，那个互殴。来了，太困了。小雨亏你还是忍者，太可惜了。你不过来，我都没客人。不对啊，那谁是抖 S 啊？来看杰克，抖 S 早就死了。抖 S 有可能。那抖 S 他查出来不是应该是杰克？抖 S 是杰克。哦，我想说怎么可能？抖 S 已经死了，因为酱油一定会先死啊。那就是杰克了，因为有可能是被票的。这个是杰克，怎么这么猛啊？哎呦哎呦哎呦！永久花光、啊，可惜了。酱油，找到鲁豆啊？不是说要 PK 吗？对啊 ，PK 要交给神吗？啊，你还没有，他没办法 PK 啊，他没办法 PK， 他没有那个、啊，他没有，他没有斧头啊。对哦，他是抖 A 呢，他没有斧头，他只能用拳头打死啊。对，现在就是最尴尬的、啊。快跑！大家想我啊？杰克六酱油啊！杰克，你有是不是狼蛛喊？狼蛛，狼蛛喊，狼蛛喊，噔噔，兄妹帮着狼人，你好可惜，你就直接果断隐形啊！三个蠢人，因为他只剩一只，他发光，他发光用了你那个隐形，有没有？就直接一定赢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前面很绝望哎，两个狼的伙伴都死了，我在 CP 大有机会，还把里面弄走，机会都没有哎。小雨是蠢忍者，你都蠢的，我是吗？蠢的啊，你蠢的，你都不知道你是蠢的，我是蠢的，你们都是蠢的。哎，可是我有测试放那个隐形，我感觉我有隐形。你只是感觉，你就我以为我有哎，你没有，你一定没有隐。他记得那个替身有用到哎。哦，我看他就说他就有替身到，好像有看到，因为他说蠢的应该是什么效果都没有。我隐形是没有用，那个木盾是会有啊，但不会隐形。哦，对，没隐形，对，就是一样可以免伤，但是隐形的效果，忍者的蠢忍者隐形效果都没有。对，所以你刚刚至少还有那个木盾可以用，只是也很难。没事，既然你是蠢的，就没事了，就很难。我肚子好痛，拉过去呜呜。干嘛啦？你知道我第一天其实我也是遇到同样情况，我拿不到斧头，好难怪哦，我拿不到，半条都杀掉了。可能因为你的职业太多，所以导致有些怪怪的。血魔梦斗 S 狼，出问题了。好啦，休息休息啦，休息啦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一次有没有 CP 组合临门一脚啊？最后可惜那个时候，如果那个洞里面小雨早就打到陨月的话，就有希望。对，后面的话就没希望了，因为毕竟小雨他的职业是蠢的。如果是蠢的职业的话，那被狼人刀死，这其实在所难免。对，我原本想说，如果他是真忍者，那其实可以躲超级久，因为只剩一个狼就不怕。但这样是蠢的就没办法。那 CP 当然好不好？他要毒瘾就要把所有的好人先弄死，再把狼人弄死，他是真的是很难。对，真的是
不简单呐、啊！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一次的狼人杀如何呢？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呐、啊！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们。咱们下回再会啦！大家拜拜。